也不会，还以为哪贵，反也不疼，反可疼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哲哥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账号啊，就是这个上赛季啊战队赛个人积分啊第二名的这个年轻人啊，现在他已经退出战队了，大家知道吧？现在这个视频是我提前帮他抽的，抽完之后，刚才我在找排位，把排位之后啊，我发现我的 QQ 上面弹出了一个系统消息啊，提示这个退群，就是他已经退群了。那退群了，后来我说那基本上应该就是退出战队了。然后我上战队看了一下，现在他已经退出战队了啊，这种行为的话很正常，可以理解。对吧，这个中奖之后不再抱二次中奖的希望，不过咱们这里其实是允许的二次中奖的，好吧，这话就不再多说了啊，说多说无益，咱们直接抽奖，哈哈哈哈，198兄弟们啊，198来抽这个荣耀随机，这个概率啊我感觉应该是很 OK 的啊，但是它的幸运值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太高啊，170的幸运值其实也是可以出的，其实也是可以直接出水晶，像我最高的记录大家知道吧，就是28幸运值，从零开始抽，我抽到28，直接出一颗荣耀水晶，这是我的巅峰记录。你们就说脏不脏就行了，兄弟们。这个的话的话，现在我们抽到现在的话，也没有出什么太好的东西，应该是阵亡了，兄弟们，应该是阵亡了，大家知道吧？太脏了，对吧，兄弟们？太脏了，好吧，兄弟们，这个账号基本上就是这样了，好吧？那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这个再把最后几下单抽一下啊，单抽完之后。咱们就下号啊，下号咱们就到这里啊，好吧，兄弟们。然后这个新赛季的话，想加战队的话就是王者就行了，好吧？啊，现在的话是王者，过两天的要求的话，过两天再说。拉点阵仗。